你的脸好大，好糗。在变美的路上，是不是想想都会笑出来呢？欢迎收看《星光影让心弯》，要出发喽！出发喽！是的，终于等到新冠让新闻出走世界。第一站去到久违的日本，当然要尽情的吃喝玩乐。美美的最重要，除了必备 Take a Lab 胶原蛋白饮，好喝有感又不贵。我跟你讲，我有带，真假的？因为出国就是女生是很需要一直补充胶原蛋白饮的。然后因为 Take a Lab 他们的胶原蛋白饮喝起来甜甜的，没有奇怪的味道。总跟代言人喝的，它是这样，双胶宝贝超弹嫩。胶原蛋白饮，重点是它有那个减糖，66%，1、2、3，耶！我先看你喝，好喝吗？哎，酸酸甜甜的。现在补充完这个，要去补充别的。什么？吃他们的东西。后切牛舌，我今天都还没有吃到肉。好幸福。哦，1、2、3，干杯！可以单轻轻补充 Take a Lab 胶原蛋白饮，带着一点点的活力，打光日本，买爆美妆店。而保养当然由内到外，法宝快点拿出来。我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属于干性的一个状态，所以我到日本的时候，我的那个皮肤就一定要擦什么乳液呀、啊，就是厚的那种乳霜型的。这个羊肉素、啊，这有保湿吗？有，它这个是全效，就是亮白保湿，然后深层修复。一瓶全效，敷一次就很有感觉。大 S 代言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美容天王代言的，我怎么可能不相信？它这个味道很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起以前我的童年，哎，真的是那种羊乳片的味道。你的脸好大，好久，又好久，好久，好久。不要笑，再敷下巴。你眼睛闭好哦，因为它会有。你的额头是会滑倒的。